到这里，想要继续往里面走就走，啊，但是不要走。你们走到 27.5 26有流动厕所， 27.5 也有，但是你们记得你们一个小时大概能走进去到那里，这 24.6 嘛，那 27.8 27.5 26那还要走，对，有一点还要走上近三公里，欸，这一个小时进去一个小时出来，你们出来已经4:30了，还要下山要吗？对，要再走上去了，是你走不过瘾了再继续走，还来得及来回。好，我就要往回走了，谢谢大家，有空再来了。好，谢谢谢谢。你说最远走到那个几公里？2.9啦，2.9公里啦，2.9。啊，你只要走到心慌意马，或者是觉得怪怪的，我就跟你讲，那里25.5再来，你会看到25.0。25.0再来就是25.5，你最多看到27.5就看到东咸水山的登山口。我已经拿到，啊，走不到就不用勉强。你这花一个小时走去，就是一个小时要再走出来，3:30你再走出来。哎，对，啊，走出来很快，下坡走得很快。可以，马拉邦那边吗？哦，没有，马拉邦在外面，跟他们。马拉邦在马拉邦山。好了，大家。明娟，你要吗？休息一下。哎，叶一下，这个看这里来。耶。有啊，我在拍了啊，我在摄影。他录影啊。要录影才有那个感觉。对啊，所以你不用定死了，你们可以这样，可以这样。对啊，你们可以一直变呢。你们可以一直变。哎，隐山的山料出来了。哦。哪边？云飘了，有一瓶。开了。哦，开了。我们就站在这里一直看就好了。